游泳池里的隔离区。这么多的肉，你看烂掉了也不划，情愿烂掉不愿意划出来放在存货区。这个肉是什么地方拖过来的呢？浙江拖过来的。你看浙江多近啊，哇，无人机过来侦查了，哈哈，青菜都烂掉了没人要，你看。早上起来上厕所是一个非常让人恶心的事情，因为可以看啊，这个移动厕所，它的上90%的部分，整个厕所的身体，然后下面的这个从我手指的下面这个台子的位置，才是整个厕所储存大便的地方。如果说这个里边储存满了，它不及时抽，那就会一直是里边是满的状态，它没有上下水啊。这就导致了一个事情，就是很多人上厕所不注意卫生，导致拉的便便然后溢出来了，然后就有很多的女士了，就相对爱干净一点，她就是拿水桶往里边倒去清洗，因为没有及时清理嘛，卫生那个保洁的问题，就导致投入了大量的水，让这个罐体存放粪便的罐体很快的就，你看这样很快的就满了，满了之后就根本就冲不进去东西了，就恶性循环，导致现在能够上厕所的这种移动厕所越来越少，这也是整个方舱里面最大的问题。